Cheers。Cheers。我怎么那么快醉啊？其实我也很担心今天很怕没有人来听我唱歌，然后我就不红了。最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包括这张专辑其实跑了很久了，到今天应该是倒数第二场了。也有很多人会在问我，在我每次表演的时候，如果认识我比较早的朋友们，说明怎么突然唱中文歌，而且写中文歌了？之前的我都写母语歌比较多。我每次都开玩笑说，毕竟我来台湾发展二十几年了，好像要出中文歌一样。中文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。我常说，我当兵两年，奉献给这个国家两年，我应该也要奉献两张专辑给我自己的部落，甚至我自己的族群，所以我愿意做这件事情，尽我当阿美族的义务。那两张专辑过了，接下来我退伍了吗？我还是阿美族啊，那我要做什么？如果用阿美族语唱阿美族的生活，我觉得再理所当然也不过了。那如果挑战用中文替大家把这扇窗打开，把这个门也打开，让大家来认识阿美族的生活，是不是我有这样的能力，透过创作来做这样的事情呢？所以才做这样中文专辑。它虽然是中文专辑，它还是有一个名字叫 Amis Life。Amis 是阿美族语 ，Life 是英文，是生活是中文专辑的名称。要的只是，部落现在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，我们的马路、我们的桥都已经被打通了，这扇门关不起来了。那如何让我们部落的人继续活在当下，而不是被送去博物馆？最后一个唱母语的男人呢，放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橱窗里面。我不想，我真真切切的活在当下，所以我要寻找我活在当下的样子。有一首歌，其实我很感动，是因为我的部落年轻人。这首歌叫《情人带》，其实叫阿美族的话叫阿鲁父。阿鲁父是成年的时候家里面妈妈会帮我们准备的一个袋子，服饰上面的一个配件，很漂亮。像我们那边都是用十字绣的，很辛苦才做好的。有了这个袋子呢，代表你可以交往了，也可以另组一个家庭了，所以它是一个家里面的祝福。然后在每次尤其是丰年祭的前夕，会有一个活动叫马里嘎多。马里嘎是生火的意思，晚上生火，然后男生围着火堆唱歌、牵手跳舞，女生呢在旁边挑男朋友。我们是母系社会，所以女生在旁边选的时候，为什么选晚上？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，就跟现在一样。男的帅，女的美。马上就可以凑成一对。怎么表示这样的喜欢呢？尤其是在男生围圈跳舞的时候，那个袋子背在身上，女生会去拉，一种暗示。其实我觉得比较像已经凝视了，就是拉这样拉拉拉那个男生，然后可以插到队伍里面去，跟那个男生一起跳舞。如果再含蓄一点呢，就会拿槟榔放在那个男生的情人带的那个袋子的面。所以如果一个男生很多人追的时候，他的情人带
满满的都是槟榔。我知道这个男孩子真的是每个人都很喜欢，人见人爱的那种。他当然也有一种袋子空空的。那演变到现在怎么办？还有人在这样子谈恋爱吗？当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突然觉得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很有创意的，一样情人带背在身上，为了怕丢脸，袋子用得很满，所以每个人袋子都鼓鼓的。那女生呢？我觉得更厉害了，一样放槟榔，但是上面有颗电话号码。更厉害一点，还有 Facebook 的账号 FB。 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当然也觉得很好笑，怎么那么妙呢？可是他们对我来讲，这个情人带有了这个时代新的意义存在，因为被使用了，所以这个袋子还在，所以这个故事就可以一直讲下去，很好笑。可是看了又好难过，可是又很感动。情人带，Ooh.